建15年的故宫南院，以独特优雅的造型在南台湾现身。它的院区与展场有什么独特之处？聚焦于亚洲文化的丰富典藏背后有什么精彩的故事？公视艺文大道邀请故宫博物院冯明珠院长，从故宫南院诞生始末娓娓道来，与我们分享建筑设计、馆藏，还有他自己对故宫的情感。